是这个马告香肠，就在我们石碇大仑山的这个山下，这很有名。它就是像胡椒一样，傣亚的胡椒，原住民的山胡椒，对，原住民的山。皇帝殿那边，皇帝殿附近，所以就很多观光客常常去吃这家。然后它看起来就是很平常，朴实无华，可它暗暗内含光，就非常厉害。暗内含光。我的成语乱，对。然后它就是选肉、绞肉、调味，一直到灌肠，它都是老板亲自自己手工的，用爱心跟耐心去制造的。他老婆真的都没有做过吗？啊，我不，他老婆可能在打麻将之类的，不知道。然后他这个就是，所以他那个手工所以不油腻，而且他这个肥肉跟瘦肉的比例是3:7，所以肥肉比较少，瘦肉比较多，所以吃起来不会像一般的那种夜市那种香肠就很油很腻那种。我觉得白队这一阶段可能要输了啦。对，就拿个香肠盐水鸡他搞完。来来来，谁要吃搞完？就是秀俊凯说他最喜欢吃，他要点这个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吗？可是林柏宏也说他很爱，通常都吃热的麻油的哦。对，我也会吃冰镇的。吃的原因是想补一下吧。哦，以形补形，这是太累了拍戏。哦，哇！你们可能一片拿起来咬。哎，这个最大颗的拿起来吃嘛。哎呦，麦高就留给纳豆哥好了。整个拿起来好像黑糖糕，整个刻下去。哦，卤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两位巧做嘞，有点像鱼怪哦，很新，新吗？有点怎样？特别口感。说实话，说实话，你太夸张。不是不好吃，但是它不会不好吃，但是你拿好大一颗哦，他会觉得是应该要吃热的，然后放凉。所以不能凉着吃，还是不太习惯那个感觉。纳豆，你切到哎你，纳豆你吃到那个特别大，你要吃一颗，要吃要吃一对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神奇哦！你们的表情好复杂。吃到病变对吧？吃这个大家要吃两颗啊，谁吃一颗啊？陈奕迅呢？都很难买。对呀，怎么样？就好了。其实热的会不会比较好吃？我也觉得热的应该会比较好吃。好像是要吃热的。算了，一路你还要试吗？我吃一半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敢吃这个。哎呦，怎么大家反应都一样？自己回来了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们都它不像这个东西。他像你们都忘了一件事吗？这是谁推荐的？卖鸡，卖鸡耶！他会拿那个保利龙球卖给信徒哎，然后还会去关落音。说的是真的哦，对啊，对，对啊。所以他说不定搞了半天，他不是，他是不是这样吃？不是，或者是他根本不是鸡搞完。我觉得他是谁的？哎，他是豆腐吗？可是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豆腐的细致的那种口感。它冷的比较 Q， 比较接近果冻，然后热的时候是比较软。你在得意什么？果冻。对啊，好了，我们赶快跳盘呐，好不好？跳盘，跳盘。咸水鸡跟哎，它里面还有猪血，来试试看。还有豆腐，好吃吗？它的咸水鸡比较清淡一点。哦，咸不够味，咸不够味。是因为刚吃过鸡搞完，所以咸会影响它的味道，应该有影响。但是因为它就是清淡，所以你才会想要一口接着一口吃，不会对，不会死咸这样子。好，怎么样？喜欢？怎么样？清淡。你们白队玩的，很清淡。这一根里面已经抹了瓦萨米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做的，你自己灌的。基本上它就是，因为我昨天晚上买的嘛，所以只能买原味，不能买一些比较复杂的口味，因为那样冰起来的话，早上带来就会花掉、乱掉。对，然后所以我早上起来就是自己去烤一下，然后用自己用芥末去调味，因为半两根都是原味的。对，自己家太做餐饮做很久，应该是蛮好吃的。整人香，马高，我的芥末很香。光，有什么光？点好话，拜拜。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。有点呛，好呛，脸红了，我说不上来。我对这三个，哇，你们推出的是说不上来，说不上来是无言呐，说不上来，你还要试吗？你们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你们吃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，很少纳豆有这种，你们吃，你们吃。啊，对吧？吃个原味的看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原味熟了吗？没有熟啊，里面乌啦，这有熟？你自己吃有没有熟？你自己吃。好深啊！我看到了，我觉得好深啊，深啊，熟中带深吧。
得很简单。好啦，那这一阶段投票很明显啦，嘴馋美食 PK 赛，我们三位来宾同时举牌，一二三。对，三票啦。那这边我想都知道了，请投票，一二三。好，都是红队。白队让你觉得？我觉得白队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在恶作剧，推出来的内容这一趴过根本就是故意，他们这一段摆明了就没有要赢的意思，他只想要看到我们难堪，瞎搞。对呀，我的潜水机没有要恶搞你们的意思，很清淡呐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8点就起来签了，规范会哦。好了，现在1-1啦。1-1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筹霸的美食。筹霸，筹霸啊！来，首先大飞只有那很孤单的一盘，那他带来是一盘加上6碗呢。对，一 set。好，你先啦。你们这个太过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是取决于味蕾，我们的味蕾很强，因为它这个米啊，不是简单的米，它是来自泰国的米。哦，对，就是泰国米，那也蛮简单的，大家都买得到泰国米。这个鸡也不是普通的鸡，那是来自新加坡的鸡。哦，新加坡的鸡，海南鸡。所以它这个饭还有特地去弄过，怎样弄？怎样弄？这个就它就不是简单的东西。怎样？怎样？没有，你要用吃的，用吃的。好，大家介绍完了，那你的应该很不简单了，姐弟。我讲。这样子加起来才70块，而且。